欲行生灭是求生灭啦，啊，法当体就是空性，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那么你来行生灭法，就是讲执着于有所谓的修行啊，生灭是求生灭，求生灭你就不能进入本体呀、啊，非求法也，求法者无法可求，是吧？法明无染。这段你要注意听，什么叫做法呢？无污染叫做法，无污染就是无烦恼啊。烦恼会污染着咱的清净心嘛？污染就是没有所谓的烦恼。欲念一惑，乃至涅槃，就是讲念第二个念变作执着。那是执着你这所讲的，你咧求这个法，乃至讲执着有一个涅槃。那呢是染着，那是一种执着法，不是咧求法。法无兴趣，什么叫无兴趣呢？把笔拿起来，我可以说无兴趣呢，就是当体即空，叫做无兴趣，没有所谓的造作，因为造作生者没有决定身呢、啊，当体即空灭，那是对立的错觉。从生讲到灭，有所谓的灭法，可是生者无生，灭何可灭呢？那一般的观念啊，伊讲咱为出世来到死亡，但是出世这是生灭的物件，这是假象的物件，迄是一种业报，是一种意性，一种因缘合合的生灭物件。但是咱来了解讲，这个生当下，咱就是不生不灭的本性。那么生者无决定性。啊，生是假的物件，那么假生当然就是无真实的死啊。啊，生死，咱因为是一种业力的转变呢，因缘的合合啊，因缘合合讲一生，因缘合合讲一死，缘生缘灭，诸性就是空性的物件，所以不是一个真正有生的物件，也当然嘛无一个死啊。所以生者何时啊？这个死也不必悲哀啊，不必悲哀。我以前小孩的时候，除了金山死人哦，爱共送葬啊，去拍台台啊，拍台台啊，你知嘛？拍台台啊，哎，一送去到迄个山顶啊，送去到山顶咯，要赚因六块是真歹赚，你敢知影？六块啊，哎，送去到山顶啊，啊，送到山顶的时候吼，那即嘛的叫西公啊，西公，叫西公来吼，哎，叫西公。啊，即摆西公啊，即摆就说，哎，要落葬咯，要落葬哦，啊，落闪啊闪哦，哦，想什么，人啊走哦，较袂去冲着，哦，即摆用了来的啊，西公的带头前啊，啊，那个僵呀，啊，即摆西公都沉，啊，迄大唔可能啊，迄款的吼，迄跑了叫做沉叫沉啊，啊，伊后壁安尼。那我咧打赌咯，我话你日本，啊你来，哎，啊恁咧这个，哎上庄的咧，这队，这囡仔队，哦囡仔队啊，六块啊咧拍咧咧，啊看，啊咧啊咧，六块，原来工作大舒服，继续拍台台啊，时间就是安尼变化无穷，吼、哦！爱观察哈，倒落去啊，倒落去，甲乌一空啊，甲藏落去，结果我看有诶嘛真解脱啦，安怎？伊嘛上妆啊，伤早卷去啊，啊未使抬落去啊，未使抬落去，因兜迄死人诶，无丧者诶，扎一副四色牌，点诶蒙牌边啊，拍牌。啊，啥物拢看见，啊，为的是真正足友好诶，真正足友好诶。啊，啊，细汉就咧想讲，哎呀，这死了是要为倒去，哦，啊，死了是要为倒去，啊，所以啊，啊，咱即马了解佛法，哦，无兴趣啊，啊，死了大智慧安尼啊。哦，啊，那这西藏也无共哦，像这西藏这布达拉宫吼，这布达拉宫这个喇嘛吼，那往生去的时候吼，拢伫个庙内。庙啊，起一个塔，所以这布达拉宫内面呢，有足侪这个喇嘛哦，转世的活佛，所以因这喇嘛吼，往生了无提起外口带，拢带伫个庙内面，
啊，嘴拢装金身，啊，骨碌杂杂安尼，金身，金身，啊，往生安尼，哦，因真重视这款物件，嘿，真重视这款物件。啊，咱现教都无啊，啊，现教的一寡高僧大德啊，大家拢嘛火化呢，烧烧烧烧的啊，骨头安尼。啊，我即摆定咧想讲，哎呀，我若拔起，然后这块骨头是要摕倒，啊，无就放水，啊，磨糊磨磨的，掺面粉搅搅的，饲个鱼啊。对吧？不，唔知要从啥，啊，嘛要放喺倒一点啊。那么，咱这个学佛的人啊，了解讲无形处就是生灭相。那个小孩子跟他讲一下，哎，跟他讲一下。所以啊，你大人带囡仔来就是安尼，唔好吼，这造业，你知道吗？这个是造业。哎，这庄严的弘法道场，带囡仔安尼，那不是功德，去造业，造大业，恶业。哎，那灵动千江水，莫扰道人心，就是像这样子。我早就跟你讲，十二岁囡仔唔好带来，安尼讲一百遍，咱都唔听。无形处，啊，那么过来就是讲，你呢啊，欲行一法，啊，是这行处。啊！你讲，你若有接到一个法，可行，可行，就是讲，如果你若接到讲，我、哦、有在修行，啊，若行一法，就是讲，这个法它不是让你来造作，它是让你觉悟的。若行，行就是身口意的造作。如果你认为身口意，认为我在追求法，我有法可得，那么变成是则行住，那变成一个生灭的造作。是则行住，那么这个这样，是则就是这样，啊，变成一种生灭的造作，非求法也。不是真正的救法，不是真正的救法，法无取舍，无取舍，法无取舍，意思讲一切法当下无所谓的执着，也没有所谓的舍，取舍是众生对立的观念，啊，众生啊，取舍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得失的观念呢、啊。得的观念呢、啊？得失的观念呢、啊？取舍啊，呵，这执着以为得，不好的抛掉啊，以为舍，这样子有取舍的观念。你有初下法，其即初下，非求法也。你呢有取有舍，哎，变成生灭法啊，放不下这个得失的观念，当然即不是求法啦、啊，法无处所。为什么无处所呢？啊？你在旁边挂符，因为毕竟空。为什么法无处所呢？因为缘生缘灭，当下一切法就是毕竟空啊。六道处所啊，是这六处啊。你若执着啊，任何一个时间空间的交汇，那么这是一种执着，非救法者。啊，你不是真正的救法。下面讲法无相，法。东哈就是无相，啊，你就随意相性，你就随意相性，就是说如果随着相而产生的分别心，是则求相，就是着执着，非求法也。哎呀，这个实在讲得太棒了，这个是微摩诘经水根的菩提，不忘了招那个丁呢，实在是讲得太棒了。哦，这人实在是太厉害，实在是太棒了。你就是这大法师也没有办法讲出这种东西啊，你哪一个法师有办法讲出这种这么伟大的法？法名无相，若随相似，是指求相，非求法也。哦，这个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幻东哈就是无一切相，那那随着一切相分别心，安尼是咧求相，就是着相，唔是咧求法。求法是要求解脱这粒心啊。法不可住，若住一法，是即住法啊，非救法呀。意思讲不可住，什么叫做不可住呢？因为刹那间、刹那间在变化，刹那间、刹那间在变化，好、啊，这不值得我们执着啊。这个法不可住，就是说不值得我们去执着它。这样解释比较贴切。意思讲，这个世间是生灭法，刹那间。刚在咧变化，每一分每一秒在咧变化，包括咱的身躯，包括咱的肉体，包括咱一切思想，包括咱一切天地万物，无一法刹那间会当停住。
那安尼，这个世间唔值得咱安尼执着。所以讲，法不可住，法未当合理啊，安尼安住，未当合理执着。那执着第一法，是就就住法，就是执着法，唔是咧求法。所以求法者，当下应该以空相应，才叫真正的求法。以中道相应，以解脱相应，以自在相应，名叫做求法。法不可见，目睭叫做见；不可闻，耳根叫做闻；鼻舌身叫做结，意叫做低呀。所以啊，见闻觉知就是我们所讲的六根呢、眼对眼来讲叫做见，对耳来讲叫做闻，鼻舌身来讲叫做觉。鼻子的觉，舌头的觉，身体的触觉，那么意识呢，就讲知，那就是等于六根呢、见闻觉知呀，六行见闻觉知呀，是这见闻觉知，非机法者，意思讲，咱唔能去有六根骗去，咱这个目睭所看出个，耳孔所听，身躯所感受的物件，拢总是假的物件，唔能去有骗去，唔能去有骗去，你若行。见闻觉知啊，有所着。你那若行之，如果你执着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身鼻舌身的觉以及意识的知，如果你行于六根里面的觉知，执着于这六根里面的感受，是则见闻觉知，那是六根的妄想，不是真正的求法，非求法者，意识功。安尼也阁未开悟，未解脱啦。哦，安尼来讲，安尼就是放下，就是任何时间、空间、六根、六尘所看一切，全部拢不可得，全部拢不可得。内根的人哦，三门故位，简简单单，伊就完成佛道的觉悟啊。内根的人啊，三门故位，伊就完成这个觉性啊。但是钝根的人哦，你叫卖执着，伊嘛是安尼执着，同款啊。你叫卖讲叫卖执着，你叫讲这个嘴点点，伊就点点来袂掉。伊无安尼加减讲两句啊，意思啊，硬硬就讲讲话。所以今日七百关斋戒啊，象棋戒七百分啊，法名无为啊，法名叫做无为，无为就是没有造作，无所谓身口意的造作的生灭法，无为。有行有为啊，是求有为法，有为就是生灭法，有所造作，身口意有所造作，名叫做有为法。有行有为啊，是求有为啊。非求法啊，是个下地狱。下面迄句话啊，你都要用三条红线甲围起。下面迄句话，在你的房间的门口，出出入入拢看。若求法者，以一切法应无所求。安尼，一手就开悟啊。我的根基完真赖，安尼我就开悟。真正你咧求法，就是安尼，即句解决啦。你一切法应无所求，这才是真正的求法啦。所以我也无希望讲人对我偌好啊，人对我歹，我也无所求啊。无哎呀，拜托你莫伤害我，莫安尼，我袂伤害啊，讲话。咱家己较注意就好，啊，别人咱唔免伤害，唔是像人家讲讲啊，伊安怎就安怎。我甲你讲，你若讲法师啊，恭敬当中啊，讲啊家己真傲慢啊，有时也会闹亏啊。像旧金山呐，昨天跟今天两天通通是大地震呐、昨天跟今天连续三天呢、都是大地震呐、哎，美国大个住伫美国啊，伊即马拄啊伫美国，伊讲伊住个所在袂着当，即马袂我都讲个点点咯。所以讲，这款物件是足可怕的赌注啊！
留给一个后面的人呢、啊，啊，一个可怕的错误的思想啊。就归刚读大地震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State, 加利福尼亚州 ，Los Angeles, 洛杉矶啊，大地震啊，连刷个连刷哟、哦。咱到今仔日呢，电视报道呀，无电视敢要乌白报？欢迎来咧地震，我就想到美国多阿弟啊。你来地震，我就想到美国多阿弟啊。说是已知五百天子啊，以诸法中得法眼净，攻了五百天柱，马上净得超过阿罗汉。所以啊，我唔知个国家注意讲，吓唬你啦！不要搞那个稀奇古怪的神通啊，不要搞那个稀奇古怪的言论啊，你如法的说，如法的说，经典按照讲，你就照安尼读就好，唔通计较。那个公公一挂啥五破瓦里五，一挂呢以不着边际的物件，那公一挂的神奇鬼怪，见光见佛见花见鬼神啊、什么魔鬼来，我哎，不要讲那些。如法说，求法者一切法一无所求，一句话就拢解决了。逆时中正为魔见，文殊师利讲啊，即马换这个为魔见知识啊。啊！问这个文殊师利讲，讲人家以为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何等佛土啊？有好有真好上妙功德，成就世主之座啊！啊，即马要照世主座啊！啊，世主座啊！意思讲啊，你文殊师利菩萨，你伫个无量的法界。你知影啊？无量的阿僧祇国国土，多一个国土，有这个上妙的功德啊，成就世主之座呢？文殊师利就安尼讲啊，讲技术啊，为什么叫技术？当弘啊，度就是过36恒河沙国啊，过36恒河沙国，恒河沙国由世界名须弥相。须弥相这个世界啊，佛陀叫做须弥灯王，须弥灯王佛，须弥灯王佛，今现在比佛身长84000有旬，84000，我到底敢知？84000乘以40里，一游行40里呀、啊，84000乘以40里呀、啊。40里是咱伫遮到台南嘛？咱伫遮到台南，是84000的长啊，身躯啊，悬啊。那安尼你看咱人伫迄阵须弥灯王佛底下，你看咱人够看？根本都无看啊！其世主座悬84000有旬，惊死人！严氏第一啊，最为庄严。伊是中者为摩诘啊，现行通力，现行通力啊，啊，伊都佛啦，伊逐项嘛法度，美国阮人也无法度啊。即时比佛啊，派遣32000个世主座，照伊得着，啊，欠得着32000个世主座，高供严经啊，来入为摩诘居士的所在，一室内。诸菩萨、大地主啊！啊，这个四谛梵音啊，啊，梵天王、数天龙定，细所未见，极其拢捌看过啊。机械广博，哇，结果啊，为摩诘居士的房间在方丈尔，结果啊，啊，这个32000的世主座，拢总包容，世界包容32000世主之座，啊，无所妨碍，无所妨碍，所以呢。你讲这个神迹，你听无？讲这圣经吼，就是讲这圣经哈，圣经讲咧讲讲吼，以前啊，人咧闹饥荒哈，闹饥荒，那耶稣哈，耶稣的一个馒头哈，都变真侪馒头啊，一个圣经文这个面包了对啦啊，变作真侪面包哦，啊就来啊来一个一人分一人分分分，互因食食咧安尼啊，所以耶稣基督啊是救苦救难安尼就对啦。哦，
啊，我因为我过去念吼，伫个即个读研究所的时阵，我有去即个玫瑰教堂啊，玫瑰伫个迄个爱河边啊，你知嘛吼？啊，你真大间五福路遐啊，迄阵啊，大概嘛在啥路？离这个佛教堂可能遐无偌长，无偌远安尼。但迄个所在是爱河边，我还阁会记着啦。啊，你去的时阵，吼、哦，到尾伊就拢安，一人伊拢往一个饼了对啦吼，硬一块了对啦哈。去到牧师的头前啊，唔是牧师哦，神父哦，迄天主教堂哦，我阁记得神父哦，哦啊就唱圣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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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圣歌。啊，我完了你去啊。啊！你去我，规日唱，我介唱，大黎明，我说我都看，我你讲咧，哈哈哈！你唱，哦，啊，呵呵，你唱，啊，我咩都一直甲看，哦，你去试看去天主教堂是做安怎啊？你我真悬，啊，公公的都、就是啊，耶稣啊，安怎爱咱啊？上帝是安怎啊？圣母玛利亚、啊，哇、哦！你怎样唱圣歌啊？我嘛我摕一本啊，啊，圣经摕袂起啊，因为。定伫桌仔顶啊，定伫桌仔顶啊，摕袂起啊！即嘛改变无改变，我毋知影，摕袂起啊！你唱，是安怎？你去基督教堂，你敢？迄天主教堂，你敢知影？迄就是金牛无当放着，伊是金牛金啊！一公车落来，哇，金啊站袂住，毋知要走倒放着。啊，一公啊，一天主教堂伫遮，就你个啊，你个哈！哎、啊，我你去你个，迄个，嘿，哎、啊，个便所伫倒，伊讲伫遐，我想我咧唱圣歌，来甲看卖。啊！即马就哇、哦！啊！买啊！都摆几摆，买啊！摆几啊！唱圣歌，唱圣歌，哇、哦！啊！就一人分一滴，安尼，安尼，啊！啊！你若有去天主教堂，你就知影安尼啊！我是讲，哇、哦！我若去的时候，若袂记念阿弥陀，安尼袂话咯，阿弥陀，真假难的，因念不念惯习咯，吼，嘿啊！我转来啊，听，无什么道理通讲啊，无什么道理通讲。哎，安尼因讲，或者耶稣真牛啊！面包闹饥荒的时候，耶稣变面包。因来看到这哦，32,000只狮子入去内面，这么大，佮容纳得下，伊就好呢咯。这个唔是变面包变得出来。那要讲神通了，对？那要讲比赛神通了，就惊死人。这个是世事无碍法界。小能容大，华严经讲的证悟到一真法界，世事无碍，殊殊无碍，事相与事相当中没有阻碍，大能容小，小能容大，哎，就是啊，就是安尼，无所妨碍啊，哦，无所妨碍，咦，毗耶离尘，以及阎浮提数天下也不破宅，也不变卡细。实践如果是器件如故的时候，也是保持原来的样子，也是保持原来的这款情形。你是为摩羯啊，对文殊师利啊，啊，就狮子座，就狮子座的时候，依着狮子座的大小啊，来，掐这，就是依啊，按照狮子座的大小来。请诸菩萨上人具足，请上椅子坐就对了。为摩羯居士椅子招来了，来，大家请坐。当自力身如彼坐相，当自力身就是讲想办法把自己的身体变得像那么大，像椅子那么大，像椅子那么大。啊，无坐袂起啊！84,000啊，迄要安怎32,000，迄种遐大椅啊！这个神通的菩萨的主变形，自己变形变成42,000游旬，这狮子座啊，啊，这狮子座迄个大菩萨啊，变化无穷啊。啊，下面的诸心法义菩萨，都叫初发心的菩萨，诸心法义就是，都叫初发心的菩萨啊，以及大地主啊，该不能生，爬袂起，伊也受关。伊也伤悬，啊！都自过去无量劫，毋发大心，伊也爬袂起啊！这意思是讲无量劫，人拢发大心啊！啊，你毋发大心啊！今仔日人菩萨，大家会当坐椅啊，你坐袂起啊，无效啊，改不灵性啊！你是有没有结？对下里会讲，就狮子座，就狮子座，哎，讲你哪爬去坐啊？
这故意咧考伊就对啦，伊就明明知伊爬袂起，佫叫伊爬去坐就对啦。有时啊，你好讲讲技术，哇，这伊啊真悬啊，我啊无不能生啊。伊阿罗汉的神通咧，竟然无法度爬迄个伊啊爬起的，安尼微末界的神力啊啊所控制，就是要互知影讲，你修小乘甲修大乘的，这差别是足大足大的，啊。也会使讲，诸佛的功德的这个施主之尊啊，不是无德的人白去呀。安尼你有了解？所以，咱伫个凡夫，第一，咱就要发菩提心，唔通发理性人的心，唔通发小性心，哎，是发无上的菩提心啊。所以，发无上的菩提心，就是度众生不疲不倦，度众生不疲不厌。未使有一点倦怠的感觉，不能退失道心。众生派度，你就是要度，你就是要度，伤害你也好，诽谤你也好，赞叹你也好，你就是要度他。那呢，无上的菩提心就是大悲心。维摩诘在讲啊，讲为舍利弗，为须弥中顶王如来作的啊，伊也是底下招呀。你把那须弥顶王佛啊，把作的给顶了一下，安尼你就爬去啊，奈可得作啊！于是伊因此啊，这心法义菩萨甲大弟子啊，啊就为这须弥顶王如来作的啊，伊便得做施主做，安尼就爬去啊！哦，这舍利弗坐起就安尼讲啊，讲技术未曾有也，讲太好了，太好了，唔捌未曾有也都连看都唔捌看，那即卖咧讲的话就是安尼。您看都唔捌看，这么细经，如是修行的这么细经，会当拥受到啊，这个高供之从，会做啊，高供之做，在这毗尼啊毗耶离尘无所妨碍，有在阎浮提聚落诚意，诚意就是大都市啊，聚落就是人多的地方啊，叫做聚落，人多的地方叫做聚落，阎浮提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地球。有个碟阎浮提聚落成意，一个数天下诸天龙啊，龙王归行宫殿也不破宅，嘛无感觉压迫啊。为摩诘讲，为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若菩萨诸是解脱者，啊，那修菩萨诸是解脱，那菩萨诸是这。解脱的境界的人，以须弥之歌讲啊，那这个内就是那，我们说缴纳的那加一个密布，啊，出纳的那就是那戒指中，这是长的意思，啊，歌讲加多须弥三相的一旦坑叠戒指，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麻啦魔啊，像麻那么大的。那嘛啦，这是呢，无所精简嘛。须弥山龙本相如果，须弥山龙嘛是安尼啦。离数天龙脱离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立，拢无感觉啊，已经向修入去内面啦。为应多者，只有有多啊，应多者是讲因缘具足的人，乃见须弥立。盖住中，须弥就是大，盖住就是小啊，安尼就会当见到须弥山，须弥那个大诶物件，入去这个小的物件，戒指是一个麻啦，是名不可属于解脱啦，啊，这个叫做继续相融啊，聚就是聚人对的聚啊，系的系啊，啊维系的系啊，继续相融，互相包容，大小相融的意思啦。意思是说二圣人、啊、没有办法来去自如、啊、也停顿了，但是、啊、大菩萨们、啊、诸佛菩萨、啊、也没有问题，绝对、啊、不会阻碍。有一数代海水、啊、立一抹空、啊、用这个数代海水修修的修对多少个修对一毛孔里面一根毛、啊、one more 一根毛发里面不饶鱼鳖鱼啊，鳖乌龟的一种啊，啊，
憋不一样呢、啊、底下的圆这个字啊打错了，那个是念圆，于安圆、啊、上面是一圆两圆的圆呢、啊、圆呢 啊圆。再来陀，特乌窝陀，二声陀，阿弥陀佛的陀，这个圆呢、啊、圆跟陀都是大憋呀、啊。大架壁啊，叫做圆陀。如果我查过字典，我才敢这大声讲啊。就是有查过字典，这大声安尼讲啊，无唔敢，无我做细声。哎，就不扰，也不会困扰到、干扰到啊。这个扰就是干扰、干扰到鱼鳖圆陀这些水性之属，就水族类的啊，水族类的。啊，水性之俗啊！你比大海本上如果讲诸量鬼神阿修罗顶，不加不低几之所立啊，拢总无感觉，一直去内面，以诸众生也无所扰啊啊，也袂困扰着，用游下离佛啦。诸不可思议解脱的菩萨，短住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轮。陶家轮呐、啊，就是咧做瓷器的一种轮子。啊，握在手中的一种轮子，金绣啊，啊，就是很容易操纵啊，啊，得到这款不可思议的解脱的菩萨，会当从三千大千世界，亲像陶家轮放伫啊左右掌中，呀，左右掌中，陶家轮做瓷器用的，陶家轮是吧？直过恒河世界之外，直过哦，像今天乒乓球啊呢，给出去啊呢。菩萨的神通力啦，其中众生不觉不知记之所往，其他的人拢无感觉伊咧来往啊，又何还伫本处啊？佫回复本来诶门诶所在啊，拢不输人又往来相啊，也无往来相，离诸世界本相如故啊，这个世界啊，本来就是安尼，无改变得着，本相如故，就是没有改变。啊，予人感觉起来就是完全无改变的意思，本相如故。有下的佛，也有众生熬求注释啊，这个乐久注释，他就熬啊，或者是啊乐久注释啊，啊，就是希望啊啊，对大地世间较久咧啊，安尼才度起来啊，为人性命希望较长咧，安尼菩萨的眼七日以为一劫，因为时间是错觉。那、啊、菩萨啊，讲这七日。伊就意味是一劫啊，令彼众生意味是一劫啊，因为时间是一种错觉啊，没有真实性，没有真实性啊。下面啊，或有众生啊，也有众生不落救助啊，无爱待伫这世间待伤久啊，伊真紧就得度者。菩萨的处一劫，处就缩短啊，把一劫变作七日，令彼众生为之七日啊啊，意味讲七日啊，因为这时间是个理念的问题嘛。有下礼佛讲诸不可思议解脱的菩萨。以一切佛陀严色之书啊，即在一国啊，无量无边的国土，严色就是庄严的物件，拢集中在一国，示现在众生。由菩萨以一佛陀众生啊，一佛陀的众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叫做一佛度啦，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众生啊。就是一佛度众生啊，啊，智是右掌，卡碰碟右掌，飞到十方啊，别的十方啊，遍悉一切啊，理不动本处，遍悉一切，就是讲啊，会当到每一个所在去，但是呢，啊，并不会啊，这个不动本处，就是讲啊，并没有变化到本来的地方。啊，没有动到本来的地方，啊，还是一样这样子。有下礼佛，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故，
啊，供养这个诸佛之故，比如讲幡啊、床啊、花呀、灯啊，啊，菩萨以一抹空盖令得见，啊，在一抹内面啊，一抹空啊，啊，盖令得见，有十方国土所有的日月星宿，哦，这个不念宿，念星宿。日月星宿啊，就是星啦 啊， 啊，以一抹空普世见之啊，啊，这嘛是同款世事外法界啊，啊，所以以毫端现宝王刹 啊， 啊，作为成立转大法轮啊，就是这意思啊。由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诸方啊，菩萨悉令悉着火中。啊，二生无损呐、啊！哦，是风的风啊，菩萨啊，吸入来对身躯拢无害。啊，那么外口诸树木也不摧折啊，啊，也不会有所摧折，无损害就对啦。有十方世界啊，结晶的时阵呐，啊，烧的时阵啊，结晶烧时啊，结那么晶的时阵呐、啊。啊！以一切火内飞来的火，腹中就是在巴肚内，飞速如果你不危害啊！这个以咱即卖科学哈，以咱即卖科学来讲哈，这个十方的世界，杰出跟捷径都是火啊，杰出跟捷径都是火。那么咱这个地球的形成哈？地球的形成呢，依照这个世界奇观的科学家来讲，咱这个世界杰出是温度，地球的温度是这个或者1200度，慢慢的冷却的时候，地球的温度是1200度。那么1200度，也就温度啊，慢慢的冷却，比如讲。这个金星啊，水星啊，因为一星球比我们小，同样在赶快在46亿年以前所创立的这个世界哈，金星啊、水星也能冷却啊，因为他们星球小，所以冷却的时间比较快。那么咱这个地球啊，上盖可怕。也不是说最近的科学家一直在报道最可怕的灾难、啊、不是说水灾啊、风灾啊、环保啊，统统不是。最怕的就是什么？地球有可能同一天全人类全部死亡啊！就只有一种情形，整个人类全部死的一个都没有。就像这个恐龙在6500万年以前，同一个时间、同一天，所有的恐龙全部死掉。啊，人在咧分析啊，啊，讲这恐龙的蛋呐、啊，啊，全部都被吃完了，所以恐龙同一天死掉。啊，是讲啊，这个恐龙甲的有毒的植物，所以恐龙全部死掉。后来这个理论都没有缺少科学的根据。那么地球奇观那边报道啊，报道一共同一天恐龙会全部死亡，是因为陨星的撞击。陨星啊，一个耳朵部啊。在一个圆外的圆呢、啊，弯弯陨星聚落是吧？啊，这陨星对，陨星热爱，陨星的外太空的石头啊，撞到地球，一定分析哈、哦，每5000万年哈、哦、就有一次机会啊，每5000万年，所以说在6500万年以前哈、哦，有一颗10公里。直径十公里的大小，以每秒30万公里，每一秒30万公里撞到地球，撞到地球的时候，0.23秒，以重力加速度哈，在0.23秒里面发生剧烈的爆炸，撞到地球的表面，一秒钟30万公里哦，一秒30万公里哦，撞到地球那个威力有多大呢？刚好是美国跟苏联加起来所有的原子弹同一个时间爆发，啊，以隐形10公里来撞到地球，所以产生一片的火光，火光的对，
温度高达一万八千度，一万八千度，一万八千度刚好是太阳的三倍，太阳 的这个温度是六千度，太阳的温度是六千度，这个陨星以十公里来讲撞到地球，在零点二三秒里面所产生的卡路里温度高达一万八千这个一万八千度，对吧？得太阳的三倍，太阳的三倍，所有的能气化，气，空气的气，气化的气，全部都是变成。